今天来个大面膜，面膜必须吃辣的，不辣的话，铁子也不愿意给我双击。喜欢吃辣的宝宝给我双击，来点辣椒面，再来点这玩意儿，根本不够辣。这是活鸡面料呀，妹儿姐妹儿，我亲娘。宝宝们，觉得我够拼的，给个双击吧。好久没有一口闷了，今天再来个一口闷。哇，闷得下给我双击，闷不下不要双击了。不是这样简单的闷。天哪，宝贝儿，一会儿稍等，一会儿我要挑战成功了，给我个双击。这绝对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。哎呀，太辣了，这玩意儿。平时一口闷三个，今天咱也挑战高难度的，一口闷五个，闷五个灯泡，闷完给我双击。你闷五个也得加辣椒，什么逻辑啊？啥叫我？啥叫我闷五个也得放辣椒啊？你给我等着，我告诉你，宝贝儿，如果我闷得下，给我双击；闷不下，一个也不要。两个帝王蟹腿。哎，等一下，你飘了，辣椒都不吃了。为啥一定要吃辣椒啊？你只有配点辣椒吃，老铁才会给你双击的。你不拼，谁给你双击啊？真的吗？是吗？好吧，喜欢吃辣的双击，喜欢吃肉的关注。喜欢的宝宝双击加关注，谢谢。好久没有爆头了，今天来两个辣爆头上料，必须是爆辣的。待会儿看看咱这个爆头里面有没有奖哈，如果有墨给我双击，如果有大米给我双击加关注，行不行？爆辣必须三样嘛。我你妈有大米就够了，给我加那么多辣，真的是。嗯。哇。哇，双重大米，别的视频都不要了，这个视频一定要赏我一个，现在吃到大米太难了。疯疯，今天吸一个18斤的龙虾的虾尾，哇，超大王，能吸出来赏我双击啊，吸不出来宝贝双击一个也不要。哇，这虾尾真的是太大了。我的妈妈，双击给我力量，必须给它吸出来。哇哇哇，好不容易吸出来，宝贝儿，赏我个双击。哎呀妈呀，这虾尾太大了。嗯。